今天拿了一点不一样的，我们看一下这个东西。这个是车的 exhaust， 假的 exhaust 啦。你看一下这个 exhaust 啊，原本啊它是 chrome 色的，可是现在呢，它已经是太久了，已经变成不知道什么色了。我们今天要把它变回一模一样的 chrome 回去，看能不能够。今天我们要使用这个 product Mirror Chrome Bosnia。 OK， 我们还没有开始喷之前一定要把这个表面洗干净，洗清洁。我们用果酒，给它干净，没有油渍，没有肮脏了，我们再来喷下去。看多么肮脏！OK， 已经干净了。移上来一点。现在我们就要把它喷成黑色先，过后我们再把它喷成 chrome 色。如果我们不要碰到我们车身，我们就准备这个胶纸纸袋来粘。避免撞到车身，就需要粘这个。最主要我们是要粘到这个corner，不然的话撞到车身呢会很难看哦，所以我们不要有收尾，其实一定要弄这个。
安全起见，我就粘多一层纸下去，这样就肯定不会碰到车身了。OK， 现在已经包美美了。现在我们喷一层黑色的下去，我们里面角落也要喷哦。OK， 现在已经大功告成了，我现在就是等它干了。OK， 现在漆已经是干了哦，看，其实蒙黑色也是很漂亮哈、哦。Okay， 现在我们来喷那个。光油下去，给它提拉，让它有光泽哈。再稍等一下。Okay， 现在喷好一层光油了，我们可以看到它的颜色，看到成亮黑了哈。Okay， 现在我们直接喷上去这个 Mirror Chrome， 我是你的，看一下有没有这个效果。Okay。哇、哦，效果已经出来了，大家有看到吗？
这个完全是更新了一样哦，所以不必浪费钱了。你看到吗？直接变成亮面的电镀 ，OK， 果然没有骗人，这个 product 很好用，看到吗？ 来放下去。OK， 笑果，哒啦，已经大功告成了，完美！喜欢的话，记得订阅、按赞以及分享哦，拜拜。